新世纪因为 LED 照明营收比重高达五成，因此在照明需求强劲的带动之下，七月份还有八月份的合并营收表现分别创下了历史新高，还有次高纪录。凡是认为呢，受惠于 LED 照明需求持续旺盛，以及价动率渴望维持在八到九成的支撑之下，看好新世纪九月份的营收有机会维持在前两个月的高档水准。